他们家东西都弄得蛮澎湃的哦。嗯。然后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这个。人家说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面。你们的芋头蛋糕来了，耶！它实际上的基底是乌龙茶。这个是什么蜡烛哦？别人桌上的装饰物是花，我们的装饰物是一个这个奇怪的蜡烛，而且看起来它也不会点，它就只是一个装饰物，一个很奇妙的、很定得的。好，谢谢。他自己应该也觉得很好，他一定也自己也不懂那是什么样的概念。对，还不错。秋蛤蜊面闻起来超级香，人家说是他吃过最好吃的蛤蜊面，是他吃过近年来吃过最好吃的。哦，真的。哦，绝茶，谢谢。鸭肉切小块小块的，可以沾着蛋汁跟玉米配着面包吃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我点这个饮料是南非那个普洱茶，冰的冰的。冰的我在旁边冰，你洗啊，我差点掉下去。哇，那个骨头感觉很优呢，好酥的感觉哦。这怎么切？哇，你这个蛋，那我这蛋怎么样？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这个。这也是双蛋吗？但造型不一样，这是荷包蛋，这是水波蛋。刀工厉害哦！最重要是分谁？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。所以我要分。刚刚你都吃了别人的面，难道不用回馈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哇，很酥嘞，这个很酥。应该没办法切成应该切小块小块块来吃。这位是一个碎鸭肉。刀工，这太酥了吧！谢谢哇！那小心这个很烫，不要碰到。好，谢谢。他们家东西都弄得蛮澎湃的哦。然后，赞。还要还要吗？多谢，不要谢。你们的芋头蛋糕来了，耶！精雕细。对啊，哦，不错哦，有水准的，你绝对比 Coco 有水准。Coco 以为拿来 Coco 跟 Coco 比啊，几百两个 Coco 再打两个 Coco， 好啊，好像很松软嘛，要帮要帮忙你吗？我帮你切，我帮你切。我们来看一下芋头的爱好者觉得如何。好像在吃藕冰的感觉哦。藕冰是代表哇。对，它不是很甜的那种。五颗星的话，请问你给它几颗星？这么高哦？你呢 ，Annie？ 四颗哦。很爽口味，它这个是比较原味的感觉，因为它吃得到芋头块。一颗一颗的，嗯，很扎实。哇，这颗。它实际上的基底是乌龙茶。我很喜欢呢，这个。这种浓度跟味道应该是非常的完美，不甜啊，因为没有完全没有加糖，就是香气很够。大妈吃蛋糕，哦，卢娜，卢娜，哎，卢娜吃蛋糕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带阿加西。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它的茶味蛮浓的，对，它的草莓比较没有那么甜。但蛋糕本身，我觉得是蛋糕好吃，不是草莓好吃。它的草莓选的没有那么好，我觉得。
有点可惜，但就是蛋糕本质是很好吃。要蛋糕的好。对，我不喜欢的店。抹茶吗？乌龙茶。乌龙茶。不腻的那种，因为蛋糕会腻。我觉得蛋糕本体，它的蛋糕本体是好吃，可是它的草莓配的没那么好。就它好吃。对，它是湿湿润润的。真的吗？